好吧，同学们，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剩下的第三个疾病——聋病。聋病既可以算第三个，也算第四个，因为它有一个复数疾病——关格，就等同于我们前面在心系疾病中所讲的胸痹和真心痛这样主辅关系，主病为聋病，副病为关格。那么很明显，但凡有主副的这种疾病，都是病情有相互关联的，聋痹轻而关格重，聋痹发展到极点就会形成关格。那何为聋痹呢？聋痹指的是小便量少、排尿困难，甚至完全闭塞不通，我们叫聋痹为主症的一种病啊，叫聋痹。很明显，聋跟痹这是不同的啊。聋轻而痹重，但凡小便量少、排尿困难，我们叫聋；完全闭塞不通，叫谁叫痹，合称谁啊？聋痹。所以这个考试中 A 型题让你区别聋跟痹啊，小便不畅、点滴而短少的，病势较缓的叫聋；如果小便闭塞、点滴不通，那病情比较重的叫谁？叫痹，合称谁啊？合称聋痹。那聋痹。好，那接下来咱来看看历史的渊源。在王克堂《政治准绳痹聋》中就说了：“痹聋合而言之一病也，分而言之的话，有抱酒之术。盖痹者暴病为逆痹，点滴不出，俗名小便不通是也。聋者久病。”啊，久病逆聋呢，淋漓点滴而出，一日数十次到百次。由此可见，聋跟痹都是排尿困难，二者只是程度有差别，因此呢，多合称聋痹。聋痹之病名啊，最早见于《黄帝内经》。《内经》该书呢，称之为聋痹啊，聋痹或者是痹聋，对其病因、病机、病位都做了比较详尽的描述。而孙思邈在《千金药方》中载有治小便不通方剂13首，特别值得是，在该书记载了用导尿术治疗小便不通的方法，这是世界上最早关于导尿术的记载。这个事件我们在历史上有遗留下来啊。那整个事件经过是什么？因为孙思邈在治小便不通有方剂十三首嘛，也包括诸如像五苓散啊，对吧？猪苓汤啊这些利小便的药物。有一个病号呢，傍晚的时候来找孙思邈看病，什么病号？就是小便不通，尿不出来，已经呢一两日没解小便了。肚子胀的啊，小腹胀啊，小腹胀，因为那大家都知道，对吧？如果说一天不尿尿，可能就很难受了，对吧？如果说一天两天不尿尿，那很明显，小腹呢膨隆，膀胱呢尿出流啊。那么找孙思邈的时候，恰巧孙思邈出山上山上去采药去了，那孙思邈不在家，他的徒弟在家。徒弟在家呢，徒弟说了啊，你这病我老师讲过了，对吧？这是谁？这是蓄水症。那在仲景的经过仲景的《伤寒论》中叫蓄水症，水都蓄在膀胱中，都用谁？都用五苓散治疗，啊，五苓散治疗。所以说呢，他徒弟说你等着，对吧？我老师没在，我救你就行了。徒弟去熬了一锅五苓散，给患者呢喝下了，啊，喝下了。这就是我们想告诉大家是啊，中医你大家可能都会把老师当老师的东西拿来为我用的时候，你得想明白啊，想明白一定要因势利导。中医并不是说啊，你抄祖宗的方或者抄这个啊这个老师的方，对吧？你抄了就有用，老师用着有用，你可能用着就没用，或者有的有用，有的没用，你在心里可能就会有这样疑惑，原在没有想清楚这个药或者这个方使用的一个前条件。在徒弟说老师治疗这些小便不通啊，都是用谁啊？五苓散、猪苓汤之类的，我也给你煮一锅五苓散就行了。好，他老师这样用好了，他结果他一用，病人本来就已经一两天不解小便了，又喝了一大锅汤药子，好吧，直接躺床上啊，床上起不来了，哼哼唧唧啊，哼唧唧，膀胱要挤包了啊，挤包了。这徒弟吓坏了，对吧？说，看来这病啊不是我所能掌握的，你还得等老师回来啊。第二天凌晨呢，孙思邈回来了，徒弟赶紧就迎上去了，说老师赶紧吧，家里有个病号快要被尿憋死了。孙思邈一听，因为孙思邈是个非常有爱心的人，我们大家都知道，孙思邈在《千金方》中记载了谁啊？记载了这个《大医精诚论》来专于论述医德，医德。所以孙思邈很有医德的人，赶紧就说什么病号啊？这个徒弟呢就把整个事情说，孙思邈没有慌慌忙去看病号，孙思邈就说了：“说你去吧，做饭吧。”徒弟一听纳闷了，说：“老师，这病号快要死了，做什么饭呀？”这个提示大家，另外一点，当大夫啊，对吧？一定要沉着，你越慌，那这个忙中出错，这个出错可不是说我们买东西的多给人10块钱20块钱，那这个无所谓，这个一旦出错，那可是人命关天事，所以当大夫要沉得住气。
啊，生气。在苏思邈心中已有结论啊，结论，但是呢，很沉得出去啊，告诉这个学生去做饭吧，把葱叶子给我留下。学生说：“老师，我不做饭，我要看你怎么救人。”苏思邈说：“把葱叶子留下，那是我救人的关键所在。”徒弟将信将疑去做饭了，把葱叶子给孙思邈拿过来。孙思邈呢，把这个葱叶子导入患者的尿道，那肯定是应该是一个男性，对吧？导入患者的尿道，那么没过十秒钟啊，患者的这个尿啊，顺着这个啊这个葱叶子的滑滑的往外排了，那么小便不通的症状就缓解了，啊，缓解了。这个事件，孙思邈最终告诉学生什么事件呢？就是你用五苓散治疗这样小便不通可以啊，可以，但是你要考虑急则治其标，缓则治下治其本。如果患者初发小便不通，你用五苓散恢复膀胱气化功能是可以的，但现在患者已经急症危症了啊，危症了，膀胱快要爆了，你这时候还用五苓散，没有考虑到实际应用。所以说我们大家在用方剂的时候，那么针对不同的病人，你得想明白啊，用什么的方法，遵循什么的原则啊，原则。这是史书上第一次使用导尿术。根据本病的临床表现呢，相当于现代医学各种原因引起的尿潴留和无尿征，比如神经尿闭、膀胱括约肌的痉挛，以及呢尿道结石啊，就是尿路肿瘤、尿道损伤、尿路狭窄、前列腺增生症以及脊髓炎等等这些疾病所出现的尿潴留以及肾功能不全引起的少尿、无尿征。对于上述疾病都可以参考本节的来病人施治，同时需要注意结合辨病求因来治疗。来看一下第二，病因病机。隆闭的主要原因啊，有外邪侵袭、饮食不节、情志所伤、瘀浊内阻以及体虚久病五种。基本病机为膀胱气化功能失调 A 型体。那咱先说病因吧，外邪侵袭。所有这些肾系疾病大家可以看到，因为它和外因直接相连，前面的淋症也好，现在讲的隆闭也好，都有谁啊，都有外邪侵袭，甚至包括谁啊，风，包括水肿也有谁，也有外邪侵袭。所以这是第一个外邪啊，外邪，因为前因和外界相通，我们有时候一不注意卫生，对吧，那就会导致外邪侵袭。第二个，饮食不节。饮食不节多跟谁啊，多干，因为它跟瘀浊啊、痰浊啊，对吧，水湿停聚有关，那是脾湿什么运啊，健运。同时也和情志内伤有关，因为毕竟肝主什么血啊，输血对于血液代谢也有作用。什么作用？我们叫气行则筋行嘛，一旦气机调畅，筋也才能正常输布。第四个，以浊瘀内阻，浊瘀内阻阻塞尿道，排尿困难。还有谁？还有阻塞了这个水液输布的通道啊，就导致了这个津液停聚在体内。第五个就是体虚久病，体虚久病主要是累积血，累积肾脏，导致肾湿什么化，肾湿气化。那咱看第二个，隆闭的基本病情转化。隆闭的病因虽多端，但病理变化主要咱们说了是膀胱气化功能失调，其主要病位在肾和膀胱，跟淋症是一样的。在《素问·铃兰秘典论》就说了，膀胱者周毒之官，津液藏焉，气化则能出也，明确指出了膀胱的生理功能是储尿和谁啊，和排尿，但储尿排尿功能主要来以膀胱，也可以说谁啊，肾，膀胱肾的气化功能。故而《素问·宣明武器论》又说了，膀胱不利则为谁啊，则为隆，阐明了膀胱气化功能失调是隆闭的基本病机。但人体小便的通畅依赖谁啊，三焦气化功能正常。三焦气化跟谁有关？三焦气化，三焦就是上中下三焦，上焦的肺能通调水道，中焦的脾能运化水湿，下焦肾蒸腾谁啊，气化啊，气化。那么这是四个直接作用啊，肺、脾、肾这三个直接，再加上三焦把肺脾肾连在一块，一个直接，这是肺脾肾三焦。但是我们在讲中医讲了，肝的疏泄功能也能谁，也能调节肺脾肾功能啊，肝的疏泄能够调节津液代谢，故而肺脾肾肝功能失调又就会导致谁，就会导致隆闭。那来看诊断和临床疾病。隆闭的诊疗点，一则起病急骤或逐渐加重，主症往往为小便不利、点滴不畅，甚至呢小便闭塞、点滴全无，每天尿量呢明显减少。第二个，触叩小腹部可以发现膀胱明显膨隆等水虚膀胱的症候，或查膀胱内呢没有尿液，伴随水肿、头晕、喘促等肾源衰竭的症候，这些症候都是比较重的肾衰竭啊，衰竭。第三个，多见于老年男性或产后女性以及腹部手术等等。
老年男性大多是一些前列增生、前列肥大等这些症候啊。作为女同志啊，都是影响了膀胱功能啊，腹部手术和产后女性都是影响膀胱功能，以及患有一些水肿、淋症、消渴等病，亲日久不愈，形成啊这个肾功能障碍、肾衰竭这些症候的时候，也会见隆壁的症状。第二个，淋症鉴别，隆壁让和谁啊？淋症来鉴别。隆壁和淋症同属膀胱气化不利，皆有排尿困难、顶低难出的症候。但是我们在前面讲淋症讲过二者鉴别，区别点主要在谁？隆壁和淋症在于痛与不痛，痛的为淋症，不痛的为谁？为隆壁。那么第二个就是轻重啊，淋症轻而隆壁重，淋症日久不愈会转为谁？转为隆壁。所以二者主要区别点在痛与不痛。第二个，隆壁和水肿。隆壁和水肿两者在临床上都表现小便不通啊，小便不利啊，不利小便量少。但水肿是体内水液潴留，泛于肌肤，引起头眼睑四肢呢一些头面眼睑四肢一些浮肿，甚至伴有胸腹水，而没有水蓄膀胱之症候。而作为隆壁，除了伴随小便不利，它主要是谁啊？主要伴随的症状不是浮肿啊，浮肿大多伴随的是小腹胀满膨隆、小便欲解不能或顶低而出的这种水气膀的症候，二者是不同的啊。一个是小便不利，水都跑谁？跑身上去了啊。一个是小便不利，水都跑到膀胱里边了，两者水气的部位是不一样的。第三个，隆壁和关膈，我们在附属疾病中要讲谁啊？关膈。两者主症都有小便量少或者闭塞不通，但关膈呢常是由水肿、淋症、隆壁经久不愈发展而来，是小便不通与呕吐并见。关门了，下焦关门了，小便是也不通，膈往外隔拒了，出现呕吐，小便不通与隔拒并见的病症。常伴有皮肤瘙痒，口有谁啊？口有尿味，四肢抽搐甚至昏迷等症状。而隆壁一般不伴随呕吐，部分病人有水气膀胱之症候，两者可以鉴别。但是隆壁一旦激波恶化，就可以形成关膈。那来看西医相关疾病的诊断。西医相关疾病的第一个就是尿潴留。为什么会引起尿潴留呢？多是一些前列腺疾患所引起的尿路梗阻所致的。临床表现的话，患者见尿量明显减少，而且尿量小于400叫谁？叫少尿。小于100叫谁？叫无尿啊，无尿。所以说这个点你得大致知道啊，小于400叫少尿，小于啊这个100叫无尿。无尿可不真不是一点尿都没有啊，小于100，每天小于100毫升叫无尿。查体可见小腹部膀胱区呢明显膨隆，甚至有触痛啊，触痛。膀胱区呢叩诊啊，叩诊往往成什么样？成浊印。患者伴随的体征就有谁？老年男性大多伴随前列肥大、前列腺癌、尿路结石以及尿路狭窄这些导致尿路梗阻的一些症状，通过肛肠直诊检查可以证明有相关的疾病。第二个，肾影检查。肾影检查那很明显，影像检查膀胱 B 超啊就可以显示谁？显示尿潴留啊，尿潴留。前列腺 B 超以及尿道和膀胱造影 X 线射片、前列腺癌的特异性抗原等等检测，又能够明确查明谁啊？查明尿路梗阻原因，比如说前列腺肥大、前列腺癌、尿路结石、尿道狭窄等等。如果尿潴留无尿路阻塞者，那考虑谁？考虑脊髓炎、神经性膀胱炎这些神经系统的疾病，那做神经系统查体就可以了。第二个，它第一个对应尿潴留，第二个对应急性肾衰竭的什么期啊？少尿期。急性肾衰竭呢，分什么期？少尿期、多尿期、恢复期，对吧？恢复期这些期啊，期少尿期是急性肾衰竭最严重的一个期。临床表现，尿量减少，二型尿量小于400，叫谁？叫少尿。小于100叫无尿。这个数要大致了解啊，无尿和少尿的数值。一般来说，急性肾衰竭少尿期为2天到4周，平均持续10天左右。随着时间的延续，可以出现各系统功能受损，并逐渐加重。各系统中消化系统患者会出现谁啊？会出现食欲减退、恶心、呕吐、腹胀、那腹泻这些症状。如果说呼吸系统，则会出现呼吸困难、咳嗽、憋气、胸痛。如果心血管系统，往往会出现血压升高、心肌失常、心力衰竭、心包积液等等。神经系统则表现是定向障碍、怠慢，严重的会出现嗜睡、抽搐、昏迷。少尿期最严重的并发症主要是因为高钾血症。肾脏是一个什么器官呢？大家都知道，惹他老是肾藏精，主管生长、发育和生殖，那是中医这样认为。西医怎么看待肾脏呢？西医认为肾是一个代谢器官、排泄器官、内分泌器官三大功能一体，代谢、排泄以及内分泌。代谢就是它能维持体内水电解质的一个平衡，
排泄它能排出体内些代谢废物，尤其是什么废物啊？氮质废物、氨废物。那么内分泌功能它能分泌各种激素，比如说促红细胞生成素等等。所以一旦急性肾衰竭之后，它会导致水电解质紊乱中出现什么钾？高血钾。啊，高血钾。第二个实验检查，血清中尿素氮和肌酐呢，短期上咱们说过了，这两个值呢是肾功啊，合成肾功啊，肾功。它一旦呢异常，就代表是肾功能损害比较严重。一般短时间内血肌酐水平上升 1.5 倍或肾小率过滤下降到 25% 就可以诊断。一般患者有伴有什么症？高钾血症、代谢性酸中毒以及电解质紊乱、带酸啊、带酸、高钾血症。那患者往往因为谁？因为高钾血症导致心脏骤停而死亡啊。第二个鉴别。鉴别中尿除了要让和谁啊？尿路感染来鉴别啊，尿路感染鉴别。尿路感染相当于前面什么症？淋症。由尿路梗阻引起的尿储留，先通过体格检测仪膀胱 B 超可以判定是否有尿储留和机械性的一些尿路阻塞者，再通过谁啊？再通过肛肠直诊检测以及前列腺 B 超以及尿道和膀胱 X 线射片、前列腺癌特异性抗原等等检测来确认是否有前列腺肥大、前列腺癌、尿路结石以及尿道外伤性的狭窄等等。而尿路感染患者体格检查仪膀胱 B 超没有尿储留，查尿常规，以尿中有谁有白细胞增多为主，同时伴随有什么？伴随有菌落计数大于谁？大于10到5次方每毫升，这就可以诊断是尿路感染。所以两个，一个是细菌感染，对吧？一个是因为尿路阻塞引起的啊，这个两者病因和病机都是不同的。第二个，急性肾衰竭的少尿期让和谁？让和慢性衰来鉴别。慢性衰我们说过，所谓慢的都是以前有发作病史的才能叫慢的。慢性衰既往有慢性肾脏病史，平时有多尿和夜尿增多。呈慢性病容贫血呢严重，血红蛋白常小于60克每升。查血肌酐呢、尿素氮呢、血钾、血钙磷呢等等，有助于明确诊断啊，诊断。有尿毒症、心血管系统并发症以及骨病和神经病变的 ,B 超常显示双肾缩小、结构模糊。啊，就模糊。所以两者区别啊，你要记住，这个慢性肾衰它都既往有谁有发作史，而急性衰大多起病急啊急。那么这些通过一些实验室检测啊，血肌酐对吧，尿素氮等等，能够明显诊断。那看要点我辨证论治。龙鼻的辨证要点，第一个要首辨是虚实。龙鼻的辨证首先要判定病症的虚实，实症属谁？属湿热瘀浊以及肺热肝郁的偏盛。虚症的话需要辨脾肾虚衰的不同，阴阳虚损的差别。第二个要辨别病情的轻重，病势的轻重。那很明显，但凡谁啊，但凡龙者轻而痹者谁啊重，龙者缓痹者谁啊急，这就是龙轻痹重，龙缓痹谁啊痹急。你只要明白龙跟痹的区别就行了。第二个见龙痹的治疗原则。龙痹病在谁啊？膀胱。膀胱属六腑之一，而大家也都听过这句话，叫腑以通为用，也叫腑以通为补。但通离之法因为症候虚实的不同呢有差别。实症者应该清邪热利气机散瘀结，虚症应该补脾肾助气化，不可以不经辨证滥用通离小便之法啊。那么这个前面孙思明的学生判断就这个啊，这个。对于水泄膀胱的急症，应该配合针灸、取地、探图、导尿等方法来急通小便。原来我就见过一个比较神奇的啊，一个这个老年男性吧，有个50多岁啊，小便不通。到了我们医院针灸科呢，拿着针刺啊，针刺针啊，轻轻扎足3粒，这个小便谁啊，小便就通了啊，通了。所以针刺那对于导尿也有一定的作用。第三个来看一下膀胱的分证论治。膀胱分证论治第一个叫膀胱湿热症，那湿热症，患者见小便点滴不通，量极少，叫谁？叫龙痹啊，这是病会有了。怎么知道膀胱湿热？很明显，一切湿热都见苔黄腻，脉什么数啊？滑数，口苦为热，口黏为谁？为湿，有湿有热，膀胱什么热啊？湿热。因而膀胱呢，小便的病都在谁？都在膀胱啊，膀胱管储存和排泄小便啊。治法中需要清理湿热，通利小便，代表方跟前面热令选方一样，八正三用，二者本质都是什么湿热啊？都是膀胱湿热。加减化裁这里边有几个方剂需要你掌握啊。如果舌苔厚腻，那就代表体内啊湿浊比较盛，需要加苍术黄柏来强化清热利湿啊，清理湿热。如果见心烦口舌生疮，那很明显热邪上扰的时候
可以选谁啊？选导赤胆来清心火，利湿热。如果湿热，久列下焦，导致谁啊？导致肾阴耗灼伤而出现口干咽燥、潮热盗汗、手足心热，那改用谁啊？改用滋肾通关丸啊，滋肾通关丸加上生地黄、车前子、牛膝等等，以滋肾阴、清湿热，以助气化。如果湿热蕴结三焦，气化不利，小便量极少或无尿，面臊昏暗，胸闷烦躁啊，烦躁，恶心呕吐，口中有尿臭，甚至神魂沾语的，那这都是，这就是湿浊呢内阻啊，内阻。需要用谁啊？黄连温胆汤，再加车前子通草、炙带黄，以和胃降浊、清湿热，这都是浊邪内扰啊，内扰。那么在三个方中，我们再重复一下啊。如果说有心火的，用导赤散来清谁？清心火，兼口热生疮。如果有谁，如果啊出现湿热久连下焦、肾阴灼伤的，滋肾通关丸，那通关。如果湿热壅塞三焦、气化不利啊不利，那可以选谁？黄连温胆汤，再加车前子通草、带黄等等这些药物来降痰浊和胃啊和胃清化清热利湿。这是关于它的三个加减方要了解。第二个，肺热壅盛特殊症常考证。那么作为龙痹，我们说过它病在谁？病在肺、脾、肾、三焦等等肝对吧等等脏器。那肺就在肺是谁？通调。肺为什么是通调？被谁？被热气扰动，小便不畅或点滴而不通，告诉你是龙痹啊。龙痹见到什么症状？咽干、口渴、呼吸急促、咳嗽啊，咳嗽。病位在谁？在肺。咽干咳嗽病位在肺。而见舌红苔黄、脉象数，有谁？有热。肺中有热血壅盛，影响了肺的通调水道功能，就会导致小便龙痹了。这叫谁？这叫啊，我们都知道肺为什么盖？滑盖对吧？滑盖，我们也叫啥？如果治疗这种病，叫提壶揭盖。原因就在于滑盖不利啊，不利。上焦使之上源出了问题，肺热壅盛。治法需要清泻肺热，通利水道。代表方需要选清肺。大家可以看到这上面三个药：黄芩、桑白、砒菊青草来清肺热，对吧？肺热。麦冬养肺阴，对吧？清肺热。芦根、天花粉既能清热，又能生津，还能利谁？利尿，对吧？利尿。车前子利尿，对吧？利尿。那么作为茯苓、泽泻、猪苓都利尿的啊，利尿。总之由清肺热再加利尿药、利通利水道药物组成。第三个症叫肝郁气滞，或者小便不通，或者通而且通而不畅，伴随情志抑郁、多烦易怒、胸胁胀满、舌红苔薄黄、脉象弦。小便不通或者通而不畅，这告诉你叫谁？叫龙痹。伴随情志抑郁了、善怒了、胸胁胀满了、脉象弦了，这是典型的什么治啊？肝郁气滞。治法需要树立气机，通利小便。代表方需要选沉香散。这和前面什么令选方一样？气令。我们也在讲气令中和大家讲过啊，在整个肾系疾病的气滞中，要首先考虑谁啊？沉香散，包括气令以及龙痹的肝郁气滞症。因为沉香主入肾经啊，肾经能够纳气定谁啊？定喘。所以治疗肾系疾病的气滞症最为合适。加减中，如果肝郁气滞症状严重的，可以合上谁啊？六磨汤来谁来增强其疏肝理气的作用。那理气作用，如果气化火啊，化火，那见舌红苔薄黄的，加丹皮山栀，就想象丹栀小散对吧？丹皮栀子来清肝泻火。第四个叫浊液阻塞。小便点滴而下，告诉你病是什么病啊？龙痹啊，龙痹。伴随谁？伴随尿气如线阻塞不通，其实这些都算便秘的症状。浊瘀阻塞，患者见谁？见到舌质子暗有瘀斑瘀点。你老是浊，什么浊？小便一单点滴而出，排出不畅，其实就代表体内有谁？湿浊。所以湿浊这个症状是一个潜在的症状。这个症状不要主要不在浊，而主要在谁？瘀。舌质子暗有瘀斑瘀点的脉象涩，这代表瘀。有瘀的叫浊瘀阻塞。治法需要行瘀散结，通利水道。选方选代滴导丸，代滴导丸啊，各种逐瘀破血逐瘀的药物，当归、山楂对吧？桃仁、鹅柱、带黄、芒硝对吧？郁金、肉桂、桂枝来通利这个啊，通利这个体内的郁结啊，郁结。用桂枝来温阳化气，恢复谁？恢复膀胱的气化功能。第五个叫脾气不生。脾气不生，小腹坠胀，使小便而不得出，告诉你病是谁啊？龙痹。而小腹坠胀啊，坠胀，声低气微啊，气微，神痹乏力，很明显，有气虚，小腹坠胀，这就是典型的中气什么现象？下陷，也叫谁？也叫脾气不生，脾气下陷也叫脾气不生。治法需要生清降浊，化气清热，所有见中气下陷的都得选什么方啊？这个整个内科学，这是不需要加减化裁的啊，也是不需要变化的，所有中气下陷都得选补中益气汤。和上春泽汤加减。
家眷化载中如果气虚及阴了，导致脾阴不足，清气不生，气阴两虚了，症见患者少红少苔，对吧，等等这些症状，可以改成谁啊，参苓白术散。脾阴不足这个词啊，我们在中诊中是没有的，这在内科中给大家衍生的一个词啊，词。而且参苓白术散啊，参苓白术散这里边有谁，有茯苓啊，对吧，等等这些利尿药物，我也不知道它怎么去养阴啊，气阴两虚，所以这个莫名其妙的症候我们大家注意就行了啊，脾不生补中益汤。他说到脾这个气虚，脾虚及阴，及阴的时候导致气阴两虚的时候，就想参苓白术散，这个大家姑且这样看看就行了啊。如果脾虚及肾，那么导致脾肾亏虚，可以选济肾神气丸啊，来谁啊，来上来温补脾肾化清水，可合上济肾神气丸。那么补中益汤合上济肾神气丸，这倒是一个很靠谱的合方啊，合方。第六个，肾阳衰败，小便不通或点滴不爽，排出无力，伴随面色黄白，神气怯弱，胃寒直冷，腰膝酸软无力，舌淡胖，苔薄白，脉象沉细而弱啊，主任。很明显小便不通，点滴不爽，告诉你病什么病啊，龙病啊，龙病。然后伴随腰膝酸软，什么穴，肾虚，酸冷了，直冷了，对吧，胃寒直冷，神气怯弱了，什么穴啊，肾阳虚。治法上需要温补肾阳，化气行水，代表方一定选济生肾气丸加减啊，济生肾气丸啊，来治疗肾阳衰败最为合适。加减化财，如果患者形神萎顿，腰肌酸软，为精血巨亏，损及督脉的时候，这多见老年人，可以选谁，香茸丸。这个特殊点啊，问你啊，病损及督脉时候选谁，香茸丸啊，香茸丸来助阳通窍啊，通窍。如果因为肾阳衰败啊，衰败命门失为，导致三焦气化无前，浊阴内蓄，小便量少，甚至无尿的啊，无尿的，兼见谁呕吐、烦躁、神昏的，应该选千金温脾汤和上无注意汤。这都是特殊的啊，两个就是在龙臂中肾阳衰败中，如果说腰肌酸痛累积谁，累积督脉，那就选香茸丸。如果肾阳衰败导致三焦气化无全啊，无全出现神昏、烦躁呕吐的，那就温脾汤和上谁，和上无注意汤，这两个算是比较偏门的选验方啊，用方。要点六，来看一下西医相关疾病的西医治疗。第一个，尿潴留。尿潴留中我们说大多是因为尿路阻塞所致的，要积极治疗原发病。第二个，必要是给这个导尿处理，它没有很好的办法，大多都是一些对症处理。第二个，急性肾衰竭的少尿期，那么第一个要防治基础的病因，积极妥善治疗各种引起急性肾上的原发病，比如严重的外伤、严重的感染，特别是要处理好血容量不足、清创引流和抗感染等等。第二个，营养疗法，对急性肾上的少尿期应该给予足够的热量，才能让患者是要从少尿期进入多尿期，以防止机体内蛋白质进一步分解。少尿期应该严格限制食物及药物中钾的摄入量，因为它往往因为高钾减少导致死亡。在透析治疗时，则每日的热量、蛋白质和其他食物成分可不限制，比如蛋白可以给一克，对吧？每公斤每天啊，每天。第三个啊，每公斤每天啊，一克左右。第三个，纠正水电解质和酸碱平衡乱。一旦是急性肾衰竭之后，它就会伴随着水电解质和酸碱平衡失调。那么第一个要控制水的摄入，在坚持谁啊，量出为入的原则啊，原则每天的入液量应该为前一天尿量加显性失水，再加谁啊500毫升。非显性失水啊，是减谁啊，减内生水的一些量，对吧。那么如果有发热的需要增加水量，因为发热的都有一些不显性脱水，应该严密监测谁啊，体重、血钠和中心静脉压，如果水明显过多应该开始透析治疗。第二个，纠正高钾血症，严格限制含钾高的食物和药物，比如说血钾大于 6.5 毫摩尔每升啊，每升。心电图出现异常时应该立即采取以下措施，这个一旦血钾超过 6.5， 其实这应该谁啊，是透析的适应症，透析的适应症。但是如果说条件没有条件，你应该采取什么急救措施呢？第一个， 10% 的葡萄糖酸钙啊，酸钙10到20毫升缓慢的进驻啊，进驻可以快速对抗高血钾引起的心肌毒性作用，但维持的时效比较短。那么你就算维持时效比较短，毕竟能在关键时间能拖延一些时间来帮助来救命。第二个， 5% 的碳酸氢钠，对吧，100毫升进驻可以提高皮脂值来纠正酸中毒。第三个， 25% 的葡萄糖200毫升加正规胰岛素16到20单位进驻，有助于促进血糖原的合成，使钾离子向细胞内移动，维持时效达数小时啊，小时。
对轻度高血的可以先申请降钾树脂等等，喝上甘露醇啊，口服来治疗。如果条件允许，如果超过 6.5 就开始这些透析治疗。第三个，纠正代性酸中毒。那么因为伴随着这个高钾血症都有谁啊？都有代性酸中毒的出现啊，我们叫酸高钾碱低钾，碱低钾酸伴酸中毒的大多是谁啊？是高血钾啊。反之过来，高钾大多伴随一些代性酸中毒。当二氧化碳结合力小于15，当二氧化碳结合力小于15毫摩尔每升，伴有高钾血症时，静脉滴注 5% 的葡萄这个碳酸氢钠啊，氢钠按照 5.0 毫升每公斤啊，可提高谁二氧化碳结合力 4.5 毫摩尔每升的标准来计算所需要补充的量。纠正呢酸中毒是要注意低血钙的发生，那第二个的发生。第四个要处理低血钠、低血钙、高磷血症。第四个透析疗法。当然保守治疗无效，应该对于以下情况进行透析。也就是告诉你透析的谁啊，适应症，这也算一个可以考级的点。透析中患者一则少尿无尿几天啊，两天，少尿无尿两天。第二个尿毒症症状出现。第三个血肌酐上升达到这些42，血尿酸升高达谁达21，这些数值西不讲人情，一切看谁看数值，不像中医一样全看症状，西要看数值。血钾抽后谁六大于等于 6.5 毫摩尔每升，代性酸中毒时二氧化碳结合力小于谁小于13，你要看清楚这个数值啊，休尔西 P 叫二氧化碳结合力。PACO2 叫二氧化碳分压，这两个代表的是不一样的啊，不一样的。二氧化碳结合力小减少那是酸中毒的表现，二氧化碳大高增高才是酸中毒的表现。所以说两者一个小一个大代表酸中毒的时候，记住啊，作为酸中毒的话，二氧化碳结合力实际上是二氧化碳结合力是小的啊，小的。二氧化碳分压实际上是大的，是大的，二氧化碳是增加的啊，增加的。所以这两个看清楚要求就行了。那老师，为什么酸中毒时二氧化碳结合力会减小呢？二氧化碳不是酸吗？你要想啊，还是那属于体内调节这个内容。酸中毒的时候，体内酸多少酸少啊？酸多。那么二氧化碳是酸性离子还是碱性离子？二氧化碳是酸性离子。所以当酸中毒的时候，我们还需不需要二氧化碳？不需要。所以对二氧化碳的结合能力呢就下降。啊，下降。那么你自己想起这原因就明白了啊。第六个，如果有肺水肿、脑水肿等先兆者，那应该立即透析。现在呢，这个对于肾衰竭，因为以前是没有条件，现在透析已经很这个广泛化了，在现在都倾向于谁啊？倾向于早期就开始透析治疗，而不必要谁非得等到以下的这六个症状，可以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以及当地的设备条件采取腹透或者血透等等。不过医院一般大多采取谁血透、腹透，有一些不良反应啊，反正大多采取血透。去年的时候我在北京啊，这个见了一个十年未见的老朋友，对吧，大学同学，我们宿舍的老大，对吧，宿舍我们宿舍的好兄弟。他呢在世界级的一个世界500强的一家医疗器械上班，主要做是要做透析设备。啊，是透析设备。透析设备呢我就说了，说要是讲课太累了，太累，一年在外边奔波200多天，我说太累了，跟着你混吧。那你要跟着我混，不是也不是不可以。就是你得准备多少，你自己手头有多少钱。我说咋手头多少钱呢？因为他们现在公司在中国做的项目，除了针对医院之外，他们现在去扶持这些这个各种的这种社区卫生服务站，建立社区的透析中心。我说，哎呦，我离开医院这短短的这5-6年时间内，这个中国的医疗确实发生了一些翻天覆地的变化啊。以前我们想去透析高大上，现在都直接就走进社区了啊，社区了。一般来说，他们都采取的是要么公司提供设备，对吧？合伙的方式啊，要么就是就自己就完全采购他们给提供这个采购产品。不过因为透析机比较贵，很多都是采取合伙的，比如说公司提供透析设备，对吧？他们找场地啊，对吧？等等。我说挺好啊，挺好。但是他们张口呢，整个资金储备要有300-400万，我一听打消了主意，对吧？注意，没那么多钱啊，钱。但从一个侧面也说明了，一则透析现在比较普遍，二则一个潜台词，另外一个潜台词就是现在肾衰的病人比较多。我们需要关乎的肾脏，我前面跟大家讲过，一则肺，二则肝，三则是肾啊肾，因为我们的肝肾都是解毒器官，肺脏因为主要和空气污染有关系。那接下来看第五个对症处理。对症处理中，如果出现急性心衰竭，常因水钠过多、心脏负荷过重引起的，
那么治疗跟一般急性心肌衰竭的措施一样啊，一样。需要注意的就是，因为作为一般心衰，老师怎么抢救？在前面讲了好多次了，对吧？心衰只要三不举：强心、利尿、扩血管。不过在使用强心药物、洋地黄、正性激励药物的时候，要按照肾功能状况调剂量，透析是最佳治疗的措施。第二个，抗感染。应用抗生素时要避免肾毒性大的药物，因为它毕竟肾衰竭嘛，或者肾功能濒临衰竭，所以要避免肾毒性大的药物。根据肾功能来调节药用药剂量和给药的间期。那来看考题，龙鼻的巨人病机谁？膀胱气化谁啊？失调，对吧？膀胱气化失调，答案选 A。这题出的比较别扭啊，到考试中膀胱气化不利，膀胱气化失调，很多人选不对。膀胱气化不利，那是谁？那是龙，那是前面的另一症，对吧？另一症。另一症叫什么？叫湿热引结下焦，膀胱气化不利，对吧？那是另一症。而 A 膀胱气化失调，那是龙鼻，那龙鼻。第二个，患者男性60岁，因为发热咳嗽出现小便不畅、点滴不爽。小便不畅、点滴不爽叫龙鼻，因为发热咳嗽，那这很明显影响谁的功能啊？肺的功能，叫肺热什么盛啊？肺热壅盛。答案选择 D 啊，肺热壅盛，选方清肺啊，清肺。患者男性70岁，小便点滴不畅、短赤灼热，伴随尿气出现口苦、口黏、舌质红、苔黄腻、脉象数，这应该首选谁？口苦为谁热？口黏为谁湿？苔黄腻为谁湿热？膀胱湿热症一定选谁啊？选八正三，龙鼻的膀胱湿热症八正三，那八正三。好，那么咱们再来讲讲附属的关格病。关格这个病一定是脾肾结衰竭了啊，脾肾虚衰，气化不利，浊邪壅塞三焦，而导致血脉不通，也有呕吐并见的一个危急重症。很明显，在概念中就有谁？就关格的病机就是这个啊，脾肾虚衰，气化不利，浊邪呢壅塞三焦。换言之，小便不通叫谁？叫关啊关。呕吐叫谁？叫膈。多见于水肿、淋症、龙鼻的夜晚期。关格的发生大多跟多种的慢性疾病啊，多种疾病反而不易侵日久而引起。基本病理变化，刚才在跟您讲过了，再重复一下啊。脾肾虚衰，气化不利，湿浊毒邪壅塞三焦。病理性质本虚而谁啊？标实。脾肾亏虚为本，湿浊毒邪为标。这个 A 一或者 B 型题看清楚啊。本脾肾虚衰。浊标湿浊毒血壅塞，壅塞啊，壅塞，湿浊毒湿浊毒血啊为标，啊为标。初期呢，病主要在谁？脾肾。病变的后期可以累积其他多个脏器啊，脏器，比如说肾炎一旦衰竭，寒水上犯，会零心射血射肺，久而之变为心悸啊，以及肾胸闷等等症状。如果说阳损及阴，肾阴亏虚，肝阳上亢，内风引动，可以引起眩晕啊、中风这些表现。如果是浊邪内盛，颞腺心包就会出现昏迷、沾郁。那来看辨证单支，关格的辨证应该首先辨谁啊？辨脾肾虚损的程度，次辨浊邪性质，再辨是否累积其他脏器。治疗中一定要弓步兼施，标本兼施也兼治，因为这是一个危重症候啊，弓步兼施，标本兼顾。它的症型都是八个字啊，八个字来看，第一个叫脾阳虚湿湿浊内蕴。所以关格它既然小便完全不通了，那湿浊在体内内蕴是一定有的，所以湿浊内蕴你都不用管它，你主要找谁？找脾肾阳虚就行了。小便短少再伴随谁啊？泛恶呕吐，这两个尿闭再加呕吐，这两个辨病为谁啊？关格。再伴随患者形寒肢冷啊，肢冷什么虚啊？阳虚。什么阳虚？腰以下为肾，在谁啊？尿闭了在肾，将它纳扎腹胀了在谁？在脾。脾肾什么虚啊？阳虚。这些湿浊内蕴你就不用找了啊，胎腻啊，对吧？那么尿闭啊等等，都代表湿邪在体内停聚。治法中需要温补脾肾，化浊化湿降浊。选方就是前面咱们在龙鼻中讲的那个辅方啊，需要选温脾汤和上无茱萸汤加减，无茱萸汤加减。如果水气零心者，那要加谁？加几焦利黄丸。尿少或者小便不通，可以用滋肾通关丸来滋肾阴助气化。这是关于它的两个辅方，这两个辅方。咱前面啊，水滴灵心倒是没讲，但是作为滋肾通关丸，前面讲龙鼻是讲过的。第二个叫肝肾阴虚、肝风内动症，你不用找这个别的，对吧？你看患者见到小便短少、呕恶频作，小便量少再加呕吐，对吧？小便短少再加呕吐，病叫谁啊？病叫关格。重症腰膝酸软在谁？在肾。手足抽搐，什么风内动啊？肝风内动。阴虚症状你只有一个细啊，对吧？面部烘热这些症状来找啊，来找。重点就是只要见到手足抽搐的症状就叫肝风内动，肝肾阴虚，肝风内动。
治法中需要滋补肝肾，平肝兴风代表方，杞菊地黄和尚菱角构成的加减都是前面讲过的方剂，没什么可以重复的。第三个叫肾气衰微血线细胞症，患者无尿少尿那少尿啊少尿，那么口有尿臭对吧，等这些症状告诉你病谁也关格。症状中有谁有啊，症状中患者见到啊，见到寻衣摸床，神识模糊啊，模糊舌短索等等，这都是谁，都是邪气壅塞心包导致呢心不能住在神明所持的症状啊症状。那么同时肾气衰微其实谁就是亡阳症，肾气衰微就是大部分就是亡阳的症候啊，只要你在官格中见到亡阳症状，什么四肢厥冷脉微厥，你去叫肾气衰微邪心包。治法需要温阳固脱藿痰开窍，代表方即用参附汤合成谁合成苏合香丸，继而用谁啊地坛汤，这其实就是一个典型的内壁外谁啊内壁外脱症候啊，都是内壁外脱，内壁需要凉需要温开啊温开，外脱外脱需要谁用参附汤来谁来温阳固脱啊固脱，这是典型的内壁外脱症候。第二个来看西医相关疾病的治疗，西医相关治疗它主要对应西医的什么慢性肾衰竭啊，官格主要对应肾衰竭。临床表现患者会出现肾功能失常后的各种表现，什么功能，代谢功能排泄功能以及内分泌功能紊乱。临床表现第一个水代谢紊乱，出现谁出现多尿大液2500毫升啊 ,2500 毫升每2小时。夜尿增多啊增多，夜尿大于日尿量。晚期肾小管浓缩稀释功能严重损害啊损害，排出呢等着尿啊等着尿，尿的肾量与血的肾量相似，随后发展为肾小滤过率呢减少，出现少尿，开始少尿，先多尿再谁再少尿，小于400毫升叫少尿，小于100毫升叫无尿。第二个电解质紊乱，早期因为肾小管重吸收啊钠的能力减退而出现低钠血症，晚期因为尿钠钾镁磷的排挤上而出现高钠高钾高镁高磷血症，高钾会并发严重的心肠，会导致心脏呢骤停而导致死亡。慢性肾衰竭呢，因为钙的摄入减少和小肠吸收障碍，维生素 K 的代谢改变以及磷的蓄积会导致低血钙。那低血钙谁高谁低啊？高钠、高钾、高镁、高磷，但是低血钙。第三个，代谢酸中毒啊，酸中毒，无论急性肾衰竭还是慢性肾衰竭，都伴随着代谢酸中毒。它合并什么钾？高钾血症，因为酸高钾减低钾嘛。因为老师代谢酸中毒有什么表现，它典型表现其实主要表现在呼吸上，叫谁叫深大呼吸，叫库斯尔茂呼吸。代谢酸中毒是一个呼吸兴奋作用，而代谢碱中毒是一个呼吸抑制作用啊，呼吸深大酸中毒，呼吸浅慢碱中毒。第四个消化系统，消化系统会出现诸如食欲减退、厌食、恶心、呕吐、口中有谁尿、消化道炎症以及溃疡啊、呕血、便血、腹泻症状。第五个，神经系统会出现乏力、消化不良、记忆力下降、头痛啊、四肢发麻、肌萎缩、情绪低落这些症状。到了晚期会出现构音障碍、会进行震颤，很像肝性脑病啊脑病，多灶性这些肌痉挛、手足抽搐，继而呢意识模糊昏迷。这些肌痉挛啊、手足抽搐，你很明显想到谁啊？是不是和低钙有关系啊？低钙啊，钙少了就会抽啊抽啊抽。第六个，血液系统会出现贫血，因为肾脏产生促红细胞生成素减少，这是导致谁啊肾性疲倦的主要原因啊原因。血小板功能异常会有出血倾向，这是因为肾的内分泌功能紊乱了啊。第七个是心血管系统会出现高血压啊高血压，容量负荷加重，心功能不全，晚期的心包炎等等。第八个，呼吸系统会出现肺活量降低，胸膜炎、肺水肿、肺钙化等等。这些其他的什么血甘油三酯升高啊，对吧？肾脏中合成谁啊？合成D3减少啊，钙缺乏了吗？甲状腺旁腺功能亢进啊啊亢进，铝沉积会导致肾性的一些骨病啊等等这些表现啊表现，这是关于其他症状表现。实验室其他检查，实验室其他检查，第一个血液检查，贫血明显啊贫血明显，血红蛋白呢常小于80克每升，为正红细胞性贫血，因为它促红细胞生素减少了，红细胞减少了啊，所以叫正红细胞性贫血。血浆白蛋白下降，酸中毒时二氧化碳结合力下降啊下降，血气分析中显示明显的是代谢性酸中毒，还有低血钙、高血磷、高血钾。尿液检查中前面说了都是等着尿，对吧？大多是等着尿啊，等着尿的产生啊，甚至出现等着尿啊等着尿。第三个，肾功能的话，发现内生肌酐清除率，对吧？和肾小滤过率呢下降，肾小管的这个浓缩功能呢下降，啊，浓缩稀释功能下降，肾血流以及同位肾图啊，同位素肾图显示肾功能已经受损。
其他的当然影像检查 X 线 B 超 CT 检查会发现肾脏呢肠虫缩小啊缩小。第三个诊断分期。诊断重要是指呢肾衰竭患者一般都有原发的一些慢性疾病，慢性肾部疾病，肾脏疾病，什么疾病呢？前面讲的慢性肾上肾炎、尿路感染，对吧？尿路感染这些发病经过，常出现厌食、恶心、呕吐、腹痛、腹泻、一障碍时，应该考虑合并慢性肾衰竭，结合实验室及其他检查有关，有能够诊断疾病啊，诊断这个疾病。这肾功能的这个不同的分期啊，我们这些年变化还是比较大的啊，但一般来说呢，第一期都只能是肾功能不全代偿期。大家一听代偿二字就代表症状啊，症状轻还是重啊？症状比较轻，这时候大多没有多少症状啊。当肾功能啊，这个肾功能不全代偿期，当肾功能受损未超过正常的 50%， 肾功能可代偿，在血液阶段小于133毫摩啊，这个微摩尔每升啊。正常的维持正常水平，没有临床表现。第二个就是谁啊，室代偿期，肾功能不全室代偿期。一旦室代偿期肾单位受损，剩余肾功能的值低于谁？低于正常值 50%。血肌酐一般介于谁133到221之间，微摩尔之间啊，微摩尔毫升之间啊，微毫摩尔啊每升之间啊，每升之间。临床出现谁？出现乏力、轻度贫血、谁减退等等这些症状。第三个，肾衰竭期的话，肾单位受损啊，剩余的肾功能为正常的 10% 到 25%， 血肌酐开始上升到221到谁到442。微摩尔每升啊，每升出现贫血、代谢酸中毒、钙磷代谢紊乱、水电质紊乱较明显。第四个，肾衰的终末期，也叫谁？终末期肾病，其实就是我们俗称的尿毒症。肾单位严重受损，剩余的肾功能低于谁？正常的10%，血肌酐超过谁？442。那么酸中毒症状明显，全身各系统严重受损，我们现在也叫谁？也叫终末期肾病啊，肾病也叫肾衰竭的终末期，这个都比较重了啊，重了。第四个治疗，治疗中一则可以给营养治疗，营养治疗，那么低蛋白低磷饮食，因为都肾衰了对吧，蛋白和磷都是容易加重肾功能损害的啊，低蛋白低磷啊，低磷控制谁？控制蛋白质的摄入量，应该保证基本的生理需求啊，需求你不能说老是低蛋白低磷，那蛋白是人体的营养必需营养物质之一啊，之一，所以说你要保证人体基本生理需要啊，生理需要。饮食呢，如果热量不足，可以增加谁？增加蔗糖、麦芽糖以及葡萄糖的摄入啊，摄入。同时呢，饮食应当保证低磷、适当的钙、维生素以 B 族、C 族、E 族为主，微量元素以铁、锌为主，避免呢摄入铝啊铝，它因为会发生铝多的时候会发生这个肾性骨病啊骨病。第二个，纠正水电解质和谁啊失衡和酸中毒。水电解质失衡、酸中毒和前面讲的急性肾衰竭基本相同啊。水钠失常要维持谁啊？维持体内啊，要保证谁啊？要严格控制入水量啊，入水量。每日入水量，因为前一任尿量在外加再加500毫升左右，这跟前面讲急性肾衰差不多。第二个，高尿血症。高尿血症啊，采用的措施也跟急性衰竭差不多啊，差不多。可以使用利尿剂增加谁啊？排钾。可以口服谁啊？降血钾数值啊，数值。降血钾数值啊，数值。以及肾菌 10% 的葡萄糖酸钙对吧，酸钙胰岛素等等都可以，那都可以。紧急时必要时呢需要选血透或者腹膜透析。第三个，低血钙和高血磷。低血钙往往和活性维生素 D3 不足有关啊，不足关，可以服谁罗钙泉对吧，罗钙泉来治疗啊，治疗。第四个，酸中毒。酸中毒口服可以口服碳酸氢钠对吧，碳氢钠来纠正谁，纠正酸中毒。那如果是比较严重的啊，严重的那需要静脉点滴 5% 的葡萄这个碳酸氢钠啊，碳氢钠。并根据血迹分析考量以后呢，结合力的水准来调整用量。第三个，纠正贫血。这个贫血给铁剂有没有效果？没有。这要用谁，促红细胞生成素才行。因为它主要是肾性贫血，主要是红细胞生成素减少了啊，减少了。如果说真合并谁血清铁蛋白少的，那还可以谁补充铁剂啊，铁剂。如果叶酸和谁和维生素 B12 缺乏的依据，那及时补充就行了。所以说它主要以红细胞生成素为主，但也会伴其他确定贫血的一些症候。受红细胞生成素的不良反应主要是高血压、血钾升高以及高凝状态等等。第四个，可以采用一些血管肌肉素转氨酶抑制剂 ACA 类和血管肌肉素二受体拮抗剂 RB 类。这有助于谁啊？有助于保肾功，因为降低血压就能减少这些蛋白尿，保肾功。在胃透析的时候啊，但如果血肌酐大于350，因为作为 ACA 类和 RB 这两个药物，我们说了肾衰、肾窄、高钾、低压和孕妇，对吧？
孕妇不宜使用谁 ACL 类 ARB 类。说如果血肌酐值特别高，肾衰竭症状比较严重，在没有透析的时候不要选 ACL 类 ARB。 第五个要积极控制谁，控制高血压。高血压可以迅速加重肾脏病的恶化，可以选择钙通道阻滞剂以及 ACL 类阿尔法受体阻滞剂、贝塔受体阻滞剂。如果有这个有尿的，可以选用谁啊？利尿剂等等。第六个，肾替代疗法。肾替代疗法，这是肾衰竭最终所需要采取措施。前面也给大家告诉过大家啊，现在也有建议谁直接在早期就开始肾脏替代疗法的，包括谁？血液透析、腹膜透析和肾移植。肾衰竭呢，也是教会我们要懂得感恩的一个疾病。大家知道，肾衰竭了怎么办？最终的根治手段是肾移植。你说透析呢？透析只能替代肾的排泄功能，而替代不了内分泌和代谢功能。所以说，就算透析的当时也要维持体内水电解质平衡和补充这个红细胞生成素、抗生素。只要在透析室待过，你这些点是理解的啊，了解的。患者根治的希望都在谁啊？肾移植。你看肾病科躺了多少肾衰竭的人，就在谁啊？等着肾移植。透析为了干嘛？为了延长自己的生命，能够等来一个肾源。我们国家肾移植百分之不能咱不说具体数啊，绝大多数来自于直系亲属的捐献，尤其父母捐给孩子的比较多。父母给我们第一次生命，有的时候也会给我们第二次生命。所以说这个病是要求我们每个人啊，懂得感恩，要懂得孝敬父母。那你老师生活中有没有孩子把肾捐给父母的？有，但极少，而且后果比较严重。原来14、15我忘了啊，反正就这两年，14年、15年，我讲课的一个学生，他呢父亲肾衰竭了，然后他呢就把自己的一个肾捐给了他的父亲。这个事儿发生之后呢，他媳妇就和他离婚了。这个事情有的同学老师，这媳妇儿太不懂事了。其实我们每个人到现在啊，你比如说尤其像老师这样人至中年，对吧，30-40岁，看事情可能不像以前上学的时候那么偏激了。这个事情你要灵活看待。站在妻子的角度而言，两人之间是有感情的，对吧，他呢不想让自己的老公这个后半辈子，对吧，身体呢这个孱弱。而作为老公呢，那他不能看着他父亲的就这样丧命。所以说每个人站在不同的角度都可能理解，可能还是沟通出来问题的。如果这个学生对吧和他的爱人沟通好的话，因为他和他爱人沟通过，他爱人不同意，然后他就直接就把肾移植了，也最终酿成了生活的一些算是一些小悲剧。那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这个立场，所以说男人难啊，对吧，大家都理解啊。选择透析的方法应该根据患者的情况以及当地设备，可以采取血透析和腹膜透析。腹膜透析更适合老年人血流动力学不稳定、血压下降、心力衰竭，如果有出现倾向的或者血透技术设备欠佳的医院，那么可以用腹膜透析。但它呢不适于谁有广泛常粘连的患者。而且他腹膜透析呢有时候容易合并感染。绝大多数医院都采取了血透。答案考题。所以官格的基本病变脏腑在谁？一定在什么肾啊？在脾肾。答案选谁？选 D, 脾肾。官格治疗原则是谁？要记住，一定要宫补兼施。这个比较懵啊，比较坑人。宫补兼施。答案选择 E, 宫补兼施。宫补兼施。只要官格肝肾阴虚肝风内动，这应该首选谁？肝肾阴虚肝风内动，既然风动了，肝肾阴虚急转而风动，菱角钩头汤，答案一定选谁？选 B, 肝肾阴虚合上谁？合上菱角钩头汤啊，急转合上菱角钩头汤。如果是脾肾阳虚，需要选谁？温脾汤合上谁？合上吴茱萸汤啊，这两方剂要了解。如果是合并肾气衰微的，那选谁啊？选择参附汤和上苏合相丸。好，那么同学们，本节呢肾系疾病咱就讲完了。那么同学们，我们这节课就到这里啊，咱们下节课将和大家一块来学习气结兵。那么同学们，预祝所有学生学习顺利，我们下节课程再见。